老板。哎，好，梅姐，好来。我想要个100块钱的墨鱼牛肉汉堡。哦，100块啊？那我怎么搞啊？没事，你可以加点别的呀。我才36，是不是？原来我的橄榄油，材料都选的进口。给我放几个肉饼啊？放几个？放5个。好，这肉我弄弄的，安排是骨刺的，用的上脑，然后这个肉比较嫩，这个肉比例在28。还有比例？对，加4条吧，四季发财。这个肉煎7-8分吧，可以。两边发香，中间再2分的7公斤蛋白，然后那个牛肉的筋。这挑战我的难度，我这个能站不住。应该站得住吧？要走一个这。这有几层啊？5层。4天啊，四季发财，我喜欢四。哦，怪不得。一年四季，四季发财，别倒啊！挑战了，黄金30秒。这个签子都不够长哎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！好厉害，这个技术棒。啊，谢谢哥。有点烫啊。